这感觉心情真平淡啦吼。这二十几年来，交大家经过侪侪战役，嘛伫民进党二十三年前创党的时阵，咱交咱的前总统阿扁啊，斗阵为民主进步党，彼当时伫乌罗内底，侪侪侪家兄弟伫遐咧走卒，伫遐咧拼命，伫咱入党说明会。咱这人，大家伫关心，拼二十三年啊，才有进步。今仔日二十三年后，今仔日我同款站伫这个所在，加一个乌龙，一点三平乌龙。伫遐阿扁都全下日个呾一千两百六十三天关伫迄一点三平家个内底。安怎搁讲个吼？我只有讲。难顾，一句话讲，我伫头前咧拼，你伫后壁我靠，我会认真去拍拼，为阿扁来早日释放，来早日回来，甲陈志忠因全家团圆。甲伫遮有侪侪贵宾已经来到现场，我唔免讲伤济，我会认真为大家拍拼，我永远属于咱大家。心情真沉重，就咪嘛感觉讲台湾一边一国，中国交台湾是两个无共个国家，台湾该靠咱家己来拼对无？阿扁也该靠咱家己来救对无？唔单想要靠马英九啦，咱嘛希望吼，足感谢吼，咱工作会交王美惠、王议员吼，来办这场吼，来要救阿扁的这个案会。感謝大家來參加。阿扁叫我關一千兩百六十幾天啊，這是吼偌長呢？這邊兩百個禮拜呢，四十幾個個月呢，攏關在內底呢。好好人嘛關會起痟呢，好好人嘛關會破病呢，對無？對。那是偌艱苦呢？阿扁總統。是一个足活跳的人，足坚强的人。若不是靠伊足坚强的毅力吼，事实上吼，坦白讲是挡袂住。我已经看伊足侪遍了，我逐遍拢知影伊的健康状况，我小可拢有咧了解。当然我唔是讲像医师安尼用听诊器去看，用机器去看，我是甲握手，甲伊讲话，啊看伊的面色。你也知影，伊甲我共同六十岁安尼，六十岁人是会破病咧，毋是会破病咧，佮关伫迄落位，一日有活条的人，活动量足侪，即马三通活台，一日三十分钟，安尼运动量无够，人是会破病，人身体变歹咧，对无？对。所以吼，我甲人用这家己去体会。阿扁的身体最近有影真歹，伊是足巴结的人诶，伊是被乌白化苦叫白叫白的人诶，伊即卖最近喘气喘袂起来，中气袂透。当然，即我有一个心理因素有影啦，咱大家嘛拢中气袂透，大家嘛郁卒，喘用无调，但这种无调，阿扁也袂郁卒嘛，无可能对无？当然心情搁歹，身体搁歹，加加起来。六十几岁啦，所有病拢要爆出来啦。这个时阵，你该好好甲检查，该好好甲治疗嘛，对无？唔是轻轻彩彩回复。所以我又去原本哦，诶，节目内底我有特别讲，这是健康人权呢。健康人权是讲你应该甲照顾呢。所以吼、哦，有需要出去保外就医，好好检查无？伊甲我讲，当然有。另外一个，唔是干咱去予迄个内底凊彩看看，甚至去予私立桃园医院看看。我嘛甲私立桃园医院的医师讲，病人过劳，若袂用吼，我爱建议讲爱送去台大哦。若送去台大病检查，台大病的医师一流的，
的，台湾民意的人品领袖的，袂讲乌白讲，啊哪咧，大家总算是感觉较放心对无？祝愿各位好朋友大家，阿门大家好。首先，甲各位同款，爱来感谢大家对咱台湾这个土地的爱。这个土地咱也有认同，咱也知影讲替咱这个土地拍拼过，啊，比如总统拜登，伊实际上做真侪工作。这高铁也是迄个要去宜兰，这个澎湖23公里，甚至台北。一空一这大楼，这是阿扁的市长，伊就是规划。甚至比如讲南二哥，伊所变的医生，甲迄个做古早国民党时代比较起来，省几十亿的，时间都缩短。台中科学园伊创的。老人年金制度啊，阿扁创的，社会福利等等。上重要的是阿扁执政了后，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就是台湾意识增加。有美国人跟我讲，阿扁对整个台湾的民主贡献以后就算留名。讲来讲去，全台湾有要选总统的。跟阿扁有两届会当当选，其他人到现在为止，无人当选过总统。我想民主进步党提名出来，就是因为有一定程度的民进党内底人的支持，有一定程度的领袖的这种的吸引力，这个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一边看准这个这个人，若无甲收入会使。问题就是这所在，所以就借着各种的理由讲伊外国。伫戒严的时阵，要抓一个人，迄阵啊，资讯无公开，戒严，伊就讲你思想有问题，你叛国。民主时代，这无人要相信啊。伊即摆要抓一个人，上个简单就是讲这个人外国，所以就透过媒体，我别来宣传。这人大汉都外国，不是外国，规个家庭无一个好人。伫民主进步党执政，伊用的这所谓部长等等，嘛无一个好人，大汉拢来清查。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国人政治斗争真夭寿的所在。党的力量全力来救阿扁啊！救！就按呢做，一个党。若无关心过去这个党的党主席，一个党若无关心过去作为党的代表，做选总统当选两届，啊，这个党是袂创啥物？含这个都无法度，你台湾所面临着未来，拄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要安怎甲咱侵略，要安怎甲咱吃，你要对付吃？大好大西，你怎啊处理？所以我想今日伫遮，各所在已经有一挂民意渐渐伫遐咧拍。民主进步党中央，我想嘛应该有体会着，大家互伊压力。各位上疼惜阿扁总统的家己乡亲，大家好。咱的阿扁总统，咱知影阿扁总统本来。上赞健康是100分的阿扁总统，伊即卖身体规身躯拢是病。本来咱知影他可上好诶，欢迎100分的阿扁总统，即卖才5公去。为虾米咧？马英九是用虾米方法，甲阿扁总统这么健康、这么巧诶阿扁总统？变到规身躯拢是病，变到戆戆，叫咩起笑？伊用啥物方法咧？就是才讲，甲规个迄个变数金，较顶下你大家爱来看一下，伊甲阿扁总统规迄个变数金，迄个变数金，你看着是空的。阿扁总统内底藏足济珠，
侪官司爱拍，藏足侪资料的，迄是反反反。伊一工出去二十分钟，所以讲一工二十三点钟久半以上，伊敢若坐喺内底，我住咧遐，一千几工。马英九为什么要安尼做咧？马英九为什么要安尼做咧？那个你上惊的人就是阿扁总统啊！对，阿扁总统是咱台湾即马唯一打倒过国民党的阿扁总统，唯一国民党上惊。国民党这世人敢若输过两届，一届是1949年，和共产党拍败，走来台湾边；第二届就是2000年。予咱台湾自主，阿扁总统共安倒，所以咱阿扁总统2000年恁选伊做总统的时阵，伊今仔日的命运就注定。阮无选你啊！阿扁总统，伊是唯一台湾在任的总统，伊敢话讲台湾中共一边一国，所以共产党。所以现在很明显就是国民党加上共产党最离关阿扁在关一条民主国家只有差不多把他抢扁而已，所以他关在便所金，我不是跟你黑白说那这个便所金呢，他关在便所金，如果关好死还是关好起笑，这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阿扁总统做总统迄八年，大家想看卖，是毋是予咱台湾人上美好的八年？咱有上多的自由、上高的尊严、甲上强烈的安全感。各位，你想看卖，自由、尊严、甲安全感，这嘛是人生上高的价值，用钱都买袂着的呢。所以有人讲，我毋捌提起阿扁总统好处。我要甲你讲，我有提起伊好处。啥物好处咧？自由、尊严、安全感。阿扁总统是国民党甲共产党的第一号元首人，所以伊做总统迄天，就注定今仔这命运。关伊就是关台湾，就是保留台湾。阿扁总统这次破病，给我承受足侪代志。本来我嘛甲土生泽话讲同款的话啊，清白、甲自由同款重要。所以过去我承认，我嘛主张讲阿扁总统甲放出来，可以会当自由为家己的案件来辩护。清白、甲自由同款重要，但是即摆我要甲你讲，生命甲健康比这两项。三年外，唔捌困床，伊嘛唔捌去洗身躯呢。
问讲，社长，阿扁总统救会出来未？阿扁总统救会出来未？我阁要同你讲，你知影关键在倒位无？关键在倒位，你知无？咱大家拢真怕听，关键在倒位？关键在民进党啊！
今仔真少贵宾，我讲个遮，我甲大家讲，我无在听土行者员讲个，阿扁总统无做啦，迄个案件我拢看过啦，我拢研究过，无做啦。我今仔有信心，爱相信，拜托大家，任何人，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嘿，咱这个人数是要给哪？我们也知道有自由中国的事件，自由中国的雷震、殷海关、高玉树这些人，他们要阻挡，对不对？对。蒋介石、蒋经国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付他们？美丽岛事件，要他抓起来吗？没有。民进党要建构的一个民主，是为了台湾长远的存在而稳固。但是马英九完全破坏了民主，大家晓得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权力平衡，对不对？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那民主制度里头，如果你把司法权跟行政权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行政权跟司法权变成同样的一权，那代表什么意思？那就是专制，那就是独裁，大家说对不对？对。马英九在民主制度的台湾实行了一个独裁专制的手法，这就是今天台湾最可怕的地方。马英九破坏了台湾的民主，我们就要站出来，我们就要花很多的力气，因为呢，救陈水扁总统是救台湾，是写台湾的历史。我们不能够，我们能够让陈水扁关了四年，我们已经对不起台湾历史，对不起陈水扁总统，对不起台湾人民。我们现在还要这样子继续的看着陈水扁总统在零点三平的监牢里头受苦受难吗？不要。大家今天在这里，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力气，拉你们更多的乡亲，大家有一天要站出来。这个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大家好。他过一条上面问我，讲我是不是有西迄落物件，无太瘦了一类。我讲三无一，原地八十二公斤，即
百斤六十八公斤啦。每日甲咱想到阿扁总统，我都未食未分钱，啊，所以人听伊讲减肥一公斤啊一万啦，我现赚了十多万啦。你有法做？自己台湾新车，含不落呀？二零零四年中国走到头，人生真在拼外地的时阵，来开始动算，才会中国啊，才会大声啊！理由足简单，就是马英九当时做总统主席的时阵，伊讲伊要从阿扁总统，子弹已经上膛，准备好了一枪毙命，到迄个时阵就要阿扁总统死啊啦，是不是安尼？做旧后壁啦，对不对？
这个判决应该就无效，对不对？各位，你也看，即摆讲判决确定的龙潭案，龙潭案，这个龙潭案呢，上级的这个高价，这个辜承云无代志哦。照讲来，法律上，那是这个上级的收钱好给老百姓。家己都哭泣啊，家己都无法度保护，要怎保护老百姓？所以呢，这就是外界真侪意见。咱就是讲，民进党未来我若做党主席，一定要成立一个司法人员委员会，将对这个专门办理无办拿欺负这咱老百姓，那么咱这检调人员这法官。咱放灯啊是，并且伊这个心脏也有问题，讲三个大动脉一支有去拔起来。看罗福忠、江连福两个奉判刑定刑，了因就随走路，讲即摆检察官就抓无人。是安怎？咱的阿扁啊总统为阿未开始审判，也倒咧查案的时阵，就甲伊压压到今仔已经千几工啊。这前几天为一个健康的身体，怪到现在全身躯都是病。大家在想，这个国民党政府有阿爸无？有阿爸。所以呢，咱大家在这，就是讲，咱这个立场一定要来集中起来。咱要来声援咱阿扁啊，咱的阿扁啊总统。咱除了讲保外就医，除了讲咱要来着写。啊！到即马做侪人拢讲，着写真阿妈因救的权利，我甲大家讲，唔是，因为咧，只要咱这个声音互伊有够强，只要讲，互国民党政府知影讲，你继续再甲阿扁压，咱台湾人会挡袂牢，安尼咧，伊就会去考虑进一步的考虑，尤其咧最近伊安尼美国有诶事件，哦，啊即马讲美国狂牛症，伊嘛是美国有坚持好过，这发生伫前天啦。吼、哦，啊！即摆水电拢要甲咱起，油已经甲咱起遐济啊，所以咧，马英九政府做到遮尔烂的状况，伊要安怎用啥物的动作来予人咱安尼继续卖当呢？咱六港伊输甲迷迷毛毛，即摆伊有伊会做的，就是讲伊有可能甲变啊办出来，所以咱伫即个场中一定爱即摆来加强。啊，即摆嘛有足侪声音。讲咱伊爱来甲国民党遮个立委来甲罢免，我来大家讲，我甲洪强金当选无效的官司，即摆也爱进行，拜三要开庭，我看讲差不多七月要宣判。啊，大家嘛拢为报纸看的吼，咱台湾的反应是安怎？我传四个证人，这四个证人拢是替洪强金买票的。啊，伊这四个证人到反应内底了，到内底了嘞，我看伊个。用今年的委托律师啦，王正明律师看到这四个，所以才讲，我就叫你卖来，啊，你再来，吼、哦，所以四个水桥等于呢，啊，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讲，洪强金讲，伊甲遮个买票的人拢无熟识，拢无关系，就是在咱骗的对无？对。安尼我怎啊反伊讲吼？我有人看到，我有目击证人看到这四个证人告反伊啊，去予伊个律师叫到等于啦。我讲反伊，是毋是你个监视器个录音带随调出来，随保存，证明讲洪强金甲遮个买票个人有关系。啊，结果我安尼要求落，过一天，反伊甲我回复，讲歹势，反伊个监视器为两礼拜进前就转来去啊啦。哦，我袂讲个，你大家看，大家看，安尼反伊有含无？啊，这个事实发生个，到时宣判，这段嘛一定会写入判决书。咱只要有这个立场，好啊。包括讲各种的声音，就是讲，甲即个反对马英九，因为即卖伊经济的问题，伊司法介入人权的问题，咱只个代志拢甲凸显起来，足侪代志咱就会使做，吼、哦、啊，所以伫遮嘛再次的感谢大家按时吼花时间吼、哦、来声援咱阿扁总统，啊慢慢伫遮占用大家休息的时间，伫遮再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谢谢。我上敬爱的家己乡亲，我是李俊烈，大家阿爸大家好。各位，我来大家
问题。台湾人，你会生气阿咩啊？会生气阿咩啊？各位，最近马英九咧做总统，阿咧就是进前，咱气甲咧无会议，啊，足侪项拢乌白乱舞。啊，第一项，予咱上生气的，就是到即摆为止，咱的阿扁总统都关掉咧，连上基本的医疗人员。我不要出来，这就是保天良的政府对啊对啊。咱是真中会出来，阿会会当就医，会当看医生。我顶礼拜去看阿扁总统的时，伊甲我讲一项，伊即马对所有的医生信赖度拢无去啊，对北港的信赖度嘛拢无去啊。理由真简单，医生甲看看咧，药啊开开咧，啊医会好医袂好，医生嘛唔敢讲。啊，到底是啥物病？医生嘛唔敢讲，啥物医生唔敢讲，因为爱去问丁头。啊，所以伫这个情形之下，咱讲啊无，互咱家己请医生来看，安尼会使啊未？咱就变甲足漂亮诶。所以，总算伫顶礼拜讲，啊未来，咱会使家己用智慧来就医。啊，若安尼，阮伫立法院，阮一定要继续来推。多谢吼，啊，首先今仔日吼，啊，咱这场活动的这个主办，吼，其中而且特别要感谢，吼，咱嘉义市的市议员王碧惠，吼，碧惠议员，碧惠姐啊，吼，这场是邀请伊来赵总来主办，咱大家拍声，大家鼓励一下，大家支持好无？好。奖金会当拿出来，咱来50万，咱来100万，咱来超过100万的连锁量哦。好。愈侪人来连锁，就愈有这个力量。有个人在地中问讲，啊，这个连锁够有啥物内容？哦，这本书干嘛研究？来给伊求导，还是讲给伊求啦？哦，还是讲咧自取其辱？地中甲大家报告，连锁是咱人民，是咱的权，哦，是咱的权利。哦，这个下面这个特色，哦，是宪法规定，哦，总统的权，但是总统是咱的巡逻咧。咱人民才是头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今仔日要下面为着政治的和谐，为着政治的和解，为着社会的和谐，为着国际的关系，这不是马英九的权利尔，这嘛是伊的义务，这是伊做总统伊的义务，这不是伊的权利。阿扁也无做声，迄国共联手对上。